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看 GF 的人。 Girlfriend Talk Show， 今天要教你如何增加你的魅力，一些小幻术来着。天哪，我们这样子教别人骗人好吗？我觉得是很 OK 的，因为呢，如果你今天去看就是美女的一些影片，你看完最后的心得就是说，好啊，都给你说啊，那我就是要砍掉重练才行，是不是？对啊，就戴面具出门才会赢啊。网络上很多的一些小招数，你看了以后你真的会傻眼。比如说增加魅力的第一招竟然是要有自信的笑。请问我要是有自信，我干嘛要看你这个影片？而且没有人真的想要听女生自信的笑，你们要听就要去女宿听，会以为就是北韩又射飞弹了，那真的不 work。 我相信男生一定觉得最有用一招就是肢体接触，比如说自己打篮球的时候，然后碰到男生就哎。刚打手了，他就很脏你想怎样？你想怎样？不小心跟女生就是碰到肩膀或碰到手肘的时候，就觉得没关系。那要不要跟大家就是讲的更详细一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肢体接触呢？曾经有几位男士跟我分享过，他们最就是心跳加速的一个不小心的肢体接触，其实是女生手这一块，这一块大概5公分乘10公分这一块，就这一块，就比如说有时候人家袖子撩起来，然后吃饭的时候这样子，碰到啊，整个就心的触电，真的是触电直到爆炸。不要偷渡歌词好吗？恭喜 SHE 16周年。所以这一块记得敷脸的时候也要敷这一块哦，不要到时候碰到以为是盲人摸象。还有一个我真的不理解的，什么就是什么歪头的，真的很多男生很喜欢萌系的女生。什么叫萌系？有时候女生就是有点听不太懂，或者是说不太会的时候，男生就会觉得哦，好可爱，好想要保护她。那你示范，就一种天，我真的想揍你耶。知道耶，你说手这样子吗？对，头一定要倾斜8度好不好？大概是这样。而且就是手不能滑开，不然变综艺跌倒这样真的不行。来自于我们两个讨论，我们觉得魅力真的是来自于一个反差，外表看似小孩，智慧却异于常人，或者是说外表看似幽默风趣美丽，其实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一个工程师，但私底下其实喜欢在家里看电视跟睡觉。反差很大的，就是才会造成大家的一个好奇心，跟觉得他很有神秘感。没错，因为比如说呢，举一个你知道小道具的使用，增加一些变化，让别人觉得你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对，说比如说你每天都要戴眼镜，那可能就觉得哦靠，真的是个臭宅妹。但如果就是你有时候戴隐形眼镜，有时候戴眼镜，有时候就天哪，好知性哦，该不会要去图书馆吧？没有，其实他只是就是没有钱买日抛美。对，就是日抛用完了。小道具其实老实说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制造出这些反差感跟变化。还有什么小道具王老师可以就介绍一下吗？像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耳环哦，他真的超爱耳环。因为我觉得耳环就是可以增加很多小变化，然后你又不需要就是改变发型或是什么买很贵的衣服。对你是不是想讲画龙点睛？对，我想要讲画龙点睛。他中文真的很烂，像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我今天戴的就是一个富士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爱的耳环，是不是就想告诉大家你是冰山美人，或者是说我其实平常蛮喜欢爬山的，那你呢？我觉得耳环里面就有很多讯息想要传递给大家。对，那你比如说我今天戴的是一个就是小狗狗，那你就是跟大家说你很喜欢狗的概念？不是，就是说我小狗眼，你有看到吗？没有。那为什么小狗眼不直接看你眼睛就好了？就怕你失焦嘛，因为男生有时候心里想很多事，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手游。所以就除了说你自己已经做好这些搭配跟小变化以外，你自己要自 Q。 在这边王老师就要教大家一些女生的小动作的潜台词，像是请看新刘海，请看新耳环，自己注意好不好？他们不会再讲出来，但是就是会不断的一直 cue。如果你一直不承认他，他就会一直这样，就会鬼打墙。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但我的头发是真的，因为它掉下来，我没有要你们称赞。没有，你们就是他就是要你们一直称赞他的头发。自然的笑。好啦，大家真的是要学以致用一下，好不好？在意这个反差的一个魅力的魅力来自于反差。真的，偶尔当宅女，你才可以当绝世美女。所有工程师都知道，首先先把 baseline 做烂，捷报就会很漂亮。你不要一直教坏大家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没有，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反差很重要，不用再追求说一定要多么的完美，那真的都是看一天就腻了。让大家爱上你的不完美。你不要现在转成文青的频道。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今天那种小幻术。好啦，大家一起运用哟，啵啵，拜拜。在这边呢，我们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太好了吧！赶快 tag 你的闺蜜，就在这个影片的下面 tag 她好不好？我们就会送你我们今天的这个冰山美人的一个耳环，以及王志小狗耳环哟。给我，我要。
你已经有了好不好，是他们要给他们的，给我赶快 tag 他好不好，我们就会抽送给你们。我认真的觉得品扣也是会员在登录的时候就要填你的紧急联络人的一个电话，你如果停留太久，你的妈妈就会收到简讯说你的女儿在逛品扣也超过30分钟了，请把你的信用卡收好。这是一个少女的天堂，或是少女的一个迷宫，对，就是走不出来，走不出来，就这样子溜，拜拜。